已。每次一下班一落地，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先洗澡，洗换下来的内衣裤跟上班穿的裤袜。反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过夜班速洗包最近新加入的几样小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最近新接触到的一个品牌，叫做 Relove。是一个台湾私密处的保养品牌，最重点就是这个私密洗洗私密处的淋露跟手洗巾。我过一般第一件事情一定先洗澡，把那个换下来内裤也拿去洗一洗，跟丝袜，因为我们上班不是要穿裤袜吗？最近在使用这个，就是可以拿来洗内裤，我觉得非常方便。它还有一个是就那种湿纸巾，是可以擦私密处。Anyway， 大家都知道杜拜很热嘛，再加上我是空服员，所以上班的时候都会穿丝袜。我一次 on duty 时间最少起跳就是10到12小时，穿上裤袜真的是会蛮让私密处蛮闷热的，再加上尤其女生在月经前后不是会比较不稳定嘛，就很容易会有分泌物比较多或是妹妹瘙痒的问题，这时候私密处保养就变得更加重要。前阵子接触他们家的私密洗，我是觉得用起来蛮舒服的。他们家的成分是有添加那种植物的氨基酸，洗出来会凉凉的，但又不刺激，然后味道也蛮好的。之前我跟 Cosmopolitan 都有介绍过他们家的牌子，而且他们家是专柜级的哦，百货公司有设柜就对了。他有寄这个正品给我，这个都是我在杜拜用，就是为了要拍影片才把它带出国。然后在 layover 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小的。刚不是说我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洗内裤跟洗丝袜吗？然后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重要，这个手洗巾。如果之前有看过一集迷思影片，大家都知道我是超级量多的外漏网，这个对我来说就超方便。因为如果我外漏在饭店的床单的话，我还可以就这样挤下去，快点给它洗一下。因为你看我的袜子真的很恶心，我刚刚就下班要脱下来洗。我一般通常都会 24 hours， 就会穿同一条丝袜，落地的时候就洗，然后到隔天 departure 的时候就会干掉了。那我现在示范一下怎么洗我的丝袜好了，因为这边就是女生那个 ，Of course I'm not gonna wash my underwear， 所以我就很示范我们洗这个裤袜喽。可以洗这种贴身私密部位的手洗巾。现在我洗内裤跟洗丝袜都会用这个，然后它的味道其实就蛮淡淡的。focus 在这个比较重要的私密处的部位就对了。顺便来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家洗私密处的这一条，就你只要挤掉一点点，洗澡洗完之后洗你私密处，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起泡。欸，我手真的是不是很漂亮欸， excuse me。 然后它就是会有一种草本的味道，然后它其实 我也用过一阵子，然后它会有凉凉的。妇科整个妹妹那边的问题真的是超级多的，而且难照顾，就是只要酸碱不平衡或是怎么样，月经快来，或是你最近没睡好，压力太大，作息不正常，妹妹就很容易出问题，就会有点瘙痒或是分泌物过多。用这个真的是会得到舒缓，洗出来也是很舒服。再来最后一个，我觉得也很方便的是这个湿纸巾，这个只要戴在身上，然后你在外面上厕所或是感到下面很不适的话，就可以快点擦一下，然后得到舒缓。这厂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方，要随机让我抽取5个。如果你在这影片下面留言 I love Relove， 比如说你平常看我这影片不是留言吗？那你留言上方写一个 I love Relove， 在评论你想要原本想要评论的东西，或是你可以单纯只留一个 I love Relove， 我就会随机抽出5位，然后呢，厂商就会把这个赠送这个旅行组给你们。那没被抽奖抽到的人，也很想要得到这个的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单卖，他们只有加购，所以你只要买那个私密处的这一罐或是手洗巾，然后你再加购就可以得到这种小的旅行组。商品链接都放在下面，在结账的时候你只要输入 XXSabrina， 你就可以得到9折优惠。厂商就是人很好的，还抽了5组，而且我不限男女，我就是随机抽，男生也可以留言，女生也可以留言。如果男生被抽到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送给妈妈或是女朋友啊，或是身边就是比如说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啊，就姐妹身边的女性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礼物，我觉得是那种喜欢很实用的东西。我现在其实人在莫斯科，我这航班是跟我朋友一起飞，原本是要飞 Munich， 我后来跟我朋友一起飞，因为我已经飞过 Munich 好几次了，其实我也飞过 Moscow 几次了，只是我就想要跟我朋友一起飞，而且我朋友是就是他是莫斯科人，
所以呢，等一下就跟大家一起去区区，反正我就是有一个宅爹帮我带路这样子。现在叫不到电车，所以我们要走去路上。Hello， 现在要陪我朋友去妇产科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市区走走。我们现在在等计程车。来到了一个医院，刚很急忙的赶来，跑进来，因为我朋友已经吃了，就发现进来好像要套鞋套。刚陪我朋友去完诊所，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走去 Metro， 然后明明就下雨 ，She said it's okay， it's raining now。Okay. I'm going to be bold. Which I already am. So bold. We're going to the city. So cold. It's not even winter yet. 然后我发现莫斯科这边的车子都脏脏的，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天气的关系，湿湿冷冷的，每一台车都是脏的。How much you gonna top up?A government thing where our president is sitting. Which is Putin? Yes. Let's go visit Putin. Hello. Maybe he's not here now. Oh wow, hello. I was here 6 years ago. Christmas must be so beautiful here. Yeah, so pretty here. Christmas market. Yeah, which is not here yet. It's gonna be in 1 month maybe. Yeah. Then right in the middle. Yeah. Make a wish and throw the coin. Because? Because it's 0 kilometers and it's lucky place.他说这是俄罗斯的 center point， 俄罗斯整个的中心。那你站在这边就可以 make a wish。Someone's eye。And it's quite low。Yeah。开始有点圣诞节的气氛。还有香菇头 ，so cute， 看起来像糖果。在一个教堂，然后他们现在把这里 block 起来，因为他们要搭那个 Christmas market 的场地。This is the Kremlin and it's like a huge territory.But it's protected by this wall. Yeah. And this wall is Spasska Bashnya. Tower. Like a clock tower. Yeah. And you said the... This is Lenin, yes. His body is there. His body is still preserved here. See, it's crazy because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no? And then I'm going to find a place with this green leaf to photograph. Or maybe we can take one together also. I look like shit. No, you don't. You just look a little fair. Yeah. Because I feel easier. Always. So pretty, though. 天气有一点灰蒙蒙的，如果晴天的话应该蛮漂亮的。但已经很幸运，因为今天没下雨。Maybe you can use the portrait. Yeah. There's people everywhere.
hungry? Yeah, dizzy. You're dizzy? Yes. We're going for lunch. 秋天超美的，都是落叶。前面那个是 Moscow River。Yeah, salmon, please. Russian dumpling. Bon appetit. So difficult to post on Instagram is working like shit. Do you have VPN? No, I don't have. Like, so this is not gonna work.How is it called? Hachipuri. Hachipuri? Hachipuri! 外面全部怎么都是 cheese, 有一点咸。It's kind of juicy as well.、Kind of salty for me. But good, yeah? Not bad. 晚上更漂亮耶。Now to groceries and then we'll go back to the hotel. 终于回到饭店了，今天在外面晃一天，第三件事情想跟你们分享哦，我刚回来之前还去超市买了一个玉米，看起来有够甜的。想跟你们分享今天在外面观察了三件事情。我发现今天在外面晃一天都没有亚洲脸孔哎，我还发现俄罗斯的男生的长相其实。也不是说他们长得很 rough， 应该说他们长得很 man， 就是那种轮廓样子，应该怎么形容？很有男子气概。我发现就搭捷运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的时候，看他们都没有人有笑容。我就跟我朋友说，怎么大家都没笑容啊？朋友就说 ，Oh, I think it's very weird to smile all the time。反正大家的表情都非常严肃。但俄罗斯女生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 doll face， 很可爱，就那种嫩嫩的。再来，我让我觉得最不方便，就是从战争之后，各个国家不是对俄罗斯发动那个经济制裁嘛，所以俄罗斯就已经不在那个 SWIFT 系统里面。比如说你从台湾出国的话，不是可以刷卡嘛，在国外可以刷台湾卡，是因为我没有在那个系统里面，虽然它有支援跨国支付功能，可是俄罗斯现在就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说，对外国人来说，或是对组员在柜台来说，其实非常的不方便，就很麻烦。因为像我们今天早上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 make sure tomorrow when you check out you need to have rubles， 因为这个过夜班的 allowance。它是发美金，然后我们要在当地去换成卢布才可以支付。像我今天出门，早上搭计程车，后来搭捷运，然后又去吃餐厅吃饭，然后到刚刚到办公室，完全因为我身上没有卢布，就完全就是靠我朋友刷他在当地银行 local 的卡，所以我还要跟他算账，然后我再还他那个吉尔航。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已经可以用了。那我现在要去洗澡喽，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我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拜拜。